很冷，是啊，外面很冷，这个要拍照的。哎，庄宇，你要丢捧花是吗？庄宇，哎，庄宇进跑第一个，庄宇进跑第一个。对，要丢外面。对，要丢外面，来要接的在后面哦。想要嫁出去的啦。想要结婚的赶快出来哦。接接喜气哦。抢篮板呢，中锋哎哦，了解了。但是你今天鞋子穿错了，应该要穿篮球鞋。陈文静，快快！我准备要跳了。没有，要等全部的人出来啊，这样抢才好玩啊。这样会变更好。啊！这手很死，太死了。我只是怕，不好意思。吴思怡，吴思怡下来了，帮忙接啦。吴思怡，帮忙接，你过来啦。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。好，你要抛高一点哦，抛高一点哦，跳上去接，抛高一点，赶快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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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妹妹，你可以接到哦，又嫁出去了。二三，恭喜！明天就要结婚了。要说感言，要说感言。真的举手。哎，我自己也单身。要幸福哦。要幸福。我跟你讲，要说说个感言，对不对？不然你说个那个祝福新人的话。恭喜发财。早生贵子。我先看这里哦，一二三。看一看这里哦。我在录影，我在直播直播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有谁要拍一起哦？哇，陈文静，恭喜你耶！太 lucky 了，刚好这样抛物线，我叫他抛就抛到你了。对啊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。